法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347页，347页，倒数第七行，从当中看起，倒数起，如《涅槃经》记曰：“一切众生受益苦，习是如来业人苦。”这是解释经文于诸众生视若自己。大师在这里引《涅槃经》的记述，什么人知道众生跟自己是一体？应该说，宇宙之间，一切诸法总是一体。慧能大师明白地告诉我们，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，自信就是自己。能生万法，万法是从自信生出来的，变现出来的。什么人知道？明心见性的菩萨通通知道，他们看到了，在这个境界里头具足如来的五眼：天眼、肉眼、天眼、慧眼、法眼、佛眼。真正见到宇宙万有的真相。在这个境界里头不再分了。像华严说的，华严讲最高的境界，十方三世佛
共同一法身，法身就是自性，就是本性。啊，中国古时候，老子说过：“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。”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，这才是事实真相，叫诸法实相啊。那么《涅槃经》上这一句话，我们就能够理解了。众生受苦，是如来在受苦啊。如来是我们的自性呢。啊，自性是佛了，本来是佛，本来是如来，如来从性上说的。本来是，所以众生受苦，确确实实是如来在说话。啊，如来要离苦得乐，那就得帮助一切众生。都要离苦得乐，这是如来之本愿本怀。故普愿整寂复活，戒度病安。啊，这是教化众生终极的目标啊，一定要把众生度尽了啊，通通都能够离苦得乐，离究竟苦，得究竟乐，离究竟苦是什么？真正脱离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是究竟苦，苦不堪言呐！这里头乱成一团呐。难得出现一个短暂的太平盛世，那是在这个阶段，众生知道断恶修善，积累功德，所以才感得佛菩萨出世。啊，讲经教学，帮助我们觉悟。啊，真正觉悟了，自然就放下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只是说觉悟，我明白了，我知道了，但是怎么样，没放下。张家大师早年给我一个标准，没有真正放下的，就没有真正觉悟。啊，哪有觉悟了他不肯放下了？没有这个道理。啊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自己觉悟了，自己真正放下。彻底放下，这才叫觉悟。
没有放下，说得天花乱坠，也没有离究竟苦，没有离开六道轮回啊。那佛用什么方法帮助这些苦难众生？佛用的是教学。你看看释迦牟尼佛一生，他老人家30岁开悟，这为我们实现的。开悟之后就一直教学，没有一天休息。我们在经典上没有见到释迦牟尼佛放一天假。教学一辈子，79岁圆寂。他教学是有次第的。在落叶云，讲阿含12年，佛教的小学，普世教育。这个教育可以帮助世间人。化解冲突，帮助世界人，社会安定，国家富足，天下太平。我们常讲太平盛世，是从教学得来的。教育多么重要！这教育里头，用中国文字来说，什么教育？宗教教育。什么是宗教教育？宗教两个字，诸位分开来看，什么叫宗，什么叫教，然后连起来，什么叫宗教？宗教是人生主要的教育。为什么？他叫人回归自信，回归自信的教育是主要的，是重要的教学，是遵从的教化。如果不是回归自信的教育，那是不究竟的。不究竟就是没有处理六道轮回。教学的对象六道众生，教学的结果是行善，得三善道。得这个果报，福报，人天福报。心行不善，
那就是三恶道，啊，感得的三恶道，地狱、恶鬼、畜生，六道里头的因果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佛是彻底觉悟，真正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所以他教我们要脱离六道轮回，还要脱离十法界。啊，帮助我们证得一真法界。一真法界是如来的十宝庄严土。这是得究竟乐。啊，离究竟苦得究竟乐。化身菩萨所证得的，所以佛陀的教育超过世出世间一般教育啊，一般教育没有出六道，没有出十法界。啊，那么在佛法里面，小乘没有出十法界，只出六道轮回；大乘出十法界，啊，证得究竟圆满。啊，我们看下面文，故普愿真机和富戒度平安，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。每一个化身菩萨一定发这个大愿，为什么？原来自他是一体，度众生是真正度自己，我们不知道啊。啊，菩萨在此地证得究竟圆满，从自信里面流出大慈大悲。啊，大悲是同体大悲，大慈是无缘大慈，无缘无条件的帮助众生得乐。啊，要帮助他得究竟乐，得究竟乐怎么帮助？要帮助他往生有佛出世的世界，这对他真正的帮助啊！他能够见佛，他能够闻法，就能够度众生。下面解释真机。真者就住也，寂者度也，成也，利也也。啊，对他有真实的利益。
故整集就是救度之意。啊，复何旦旦何也？啊，这个旦字你挑起来了。啊，这是你的使命啊。下面引大法居陀罗尼经，佛说菩萨旦者，誓愿何复一切众生出离世间。这是菩萨，菩萨的使命。菩萨的本分，菩萨干什么？就干这桩事情，帮助一切众生出离世间。这个世间是六道轮回。下面，譬如长者家内丰饶，多住珍宝啊，唯有一子以爱念故，财宝落具习皆于之，无有疲倦。啊，佛在此地用个比喻说，譬如长者，大乘经里面我们常常看到长者，啊，长者是在社会上有地位、有财富、有聪明智慧，啊，也要有年岁，啊，这个年纪是长寿。啊，一般呢，总得40、50以上。啊，所以他们家是富贵人家了，多住珍宝。啊，家里多财，富有。收藏珍宝很多，那么他有一个儿子，独生子啊，啊，对这个儿子爱护，啊，以爱念故啊。家里这些财宝落具啊，所有让他在物质享受、精神享受这些资源全部都给他啊，给他这个儿子无忧疲倦。啊，欢喜啊！说菩萨呢，亦复如是。菩萨明白了，一切众生跟他是同体，同体大悲心，就是爱心，生出来了。啊，生出来起什么作用呢？爱护一切众生，特别是苦难众生。菩萨有使命，
有责任，一定要帮助这些人离苦得乐，这叫行菩萨道。先帮助他离苦，然后再帮他得乐。得乐终极的目标，乃至领入无余涅槃。涅槃是梵语，梵作灭，灭烦恼，灭生死。啊，这就是涅槃。也翻作缘起，缘是圆满，智慧圆满，德能圆满，相好圆满。特别是涅槃上加个无余，无余是究竟圆满的涅槃。阿罗汉辟支佛所证得的涅槃是有余，等觉菩萨所证得的涅槃是无余。啊，这叫何负重担啊。这个担子很重啊。啊，要帮助一切众生成佛。无余涅槃是圆成佛道啊。那么上面引的经文深显真气复合之意啊。下面幕后这一句戒度彼岸啊，度者道也，彼岸是涅槃，究竟圆满的涅槃啊。大论大智度论第十二卷里面说，若能直进不退，承办佛道，明道彼岸。啊，精进不退，非常重要。啊，那么我们今天修福，每天有没有进步？有，但是它有退转的。懈怠懒散，功夫提不起来，佛号常常间断，这就是退转的现象。啊，承办佛道就是成就佛道，成就佛道要直进不退啊，直游向前，进步没有退转的。
这才能够到平安。念老在后面为我们总结，表大师普渡，这个大师就本心表法来说，是前面16位正士啊，再加等觉菩萨，广义的来说，10宝庄严土中41位法身大士，叫广说的啊，没有一个不是帮助一切众生，利一切苦，得一切乐啊，利究竟苦，得究竟乐。这是他们的使命啊，他们度众生的心从来没有间断啊，度众生这一桩事业也是从来没有间断。我们看幕后这一段啊，即是得回祈福，这是菩萨自行化他成就的无量功德了啊，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，不可思议啊！这一段经文只有16个字，啊，他们证得的是圆满的。我们如果认真努力效法，我们会得到少分、多分。啊，跟诸佛度化众生一样的无量功德。那么以上这两句，表大师具足福之而言，为其果位也。啊，具足福德、智慧两种庄严。啊，自自然然就跟化身菩萨平等了啊，为其果位。乃从果相因之大菩萨，先得如来之福德庄严。啊，从果相因之大菩萨是谁？16正士为我们表法，我们跟他一样。一信愿持名，
一向专念求生净土，这是从国相因的大菩萨。我们也把这个法门介绍给别人，我们的智福就不可思议，智慧福报无量无边呐！啊，要找一尊佛来做比喻，那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这个福报智慧，差不多跟阿弥陀佛相等了，现前就能得到。这是不能不知道的，这个事情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可是我们确实在六道里面时间太久了，无量劫来在这里轮回不息。智慧虽然有，智慧是自信里的本具的，怎么会没有呢？但是迷失了本性，把智慧变成烦恼，把福德了变成了罪报。我们享受的什么？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哪来的佛？啊，那么从这经上看，什么人有福？幸运持名，一向专念的人有智慧，有福报。他的智慧福报都不可思议。啊，他没有开悟啊，他跟我们一样也是凡夫啊。为什么他有福我没有福？他有智慧我没智慧？啊，他对于净宗，对于幸运持名没有疑惑，这就是智慧。他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，我只要发愿求生，阿弥陀佛决定不舍弃我，这就是福报啊。这样坚定的信心愿心，具足无上菩提心。无上菩提心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第一个条件。这第一个条件他具足了，一向专念，没有怀疑，没有夹杂，没有退转，兢兢不懈。他心心念念
跟极乐世界相应，跟阿弥陀佛相应，他决定得生，一生圆满，不是一般的圆满，是究竟圆满，永远脱离六道，脱离十法界了。他到哪里去了？他到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的报土。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虽然也有四土三辈九品，而实际上呢，它是平等法界，这个不可思议啊！为什么？愿文里面宣说了啊，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皆作阿惟越智菩萨。阿惟越智是什么？简单的说，明心见性。圆正三不退，啊，位不退，行不退，念不退，化身菩萨了。那换句话说，极乐世界的方便土跟化身没有两样，极乐世界的同居土，凡圣同居土也跟十宝土相同，没有差别啊！名字上有，实际上全是如来自信的宝土。所以这一往生啊，就是离究竟苦得究竟乐。啊，这个法门诸位要知道，它是真实难信之法啊，虽然难信啊，易信，只要你肯真干，你这一生就有成就啊。地仙老和尚常说，他那个锅炉匠的徒弟三年成就啊，不难啊。啊，锅炉匠不认识字，没有念过书啊。啊，出家之后，在寺庙里头一天也没住过。为什么？寺庙一些规矩，他不懂啊。他也学不会啊。啊，地仙老和尚为他开方便法门，只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教他一直念下去，念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接着念，不分昼夜。这是什么？就是大势至菩萨所说的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。啊，锅炉匠老实听话正干，
3年就成就了。欲知实知，湛浊往生。啊，还站了3天，等老和尚替他办后事。难心易心呐，只要你相信，没有一个不成就。啊，没有一个不往生。他能够一向专念，一门深入，这是智慧啊！啊，坚持到底，这是定功啊！我们讲戒定慧。啊，遵守老师的教诲，那就持戒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是戒。啊，但是常识熏修啊，也得定，帮助你得定。啊，因戒得定。啊，得定之后，再坚持下去。就会开智慧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他开悟了。啊，见性，见性的人什么样子？跟平常人没有两样。啊。不一样的是什么？你有疑难的问题，请教他，他都能帮助你讲清楚、讲明白。啊，无论事出世间一切法，他通通明了。你不问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你问他他什么都知道，这样的人就是开悟的人。啊，他回答你的是从自信里面的真实智慧所流露，跟一般人不一样。一般人你出问题，他想一想，我怎么得答复你？那是用阿赖耶里边种子啊，阿赖耶的种子有局限性，有后遗症啊。换一句话说。它并不是真正可靠，啊，开悟的人那是真正可靠，他的智慧没有局限性，没有后遗症，啊，决定没有错误，知识会有错误，智慧没有错误。佛法世尊诸菩萨们教给我们成就我们是智慧，不是知识，这个一定要懂。啊，智慧是自己自信流露出来的，
知识是从外面学来的。啊，智慧包括知识，知识不能包括智慧。换句话说，有智慧的人，他也有知识。啊，他一看一吞一听，全懂。啊，有知识的人，他没有智慧。啊，所以智慧深明，不可思议。这是赞叹修净土往生极乐世界的成就。成就什么？德能智慧跟佛平等了，其是平等的。我们这个课题上说，德慧其佛跟佛平等，啊，为其国位，这个国就是佛位，跟佛平等。乃从国相应之大菩萨，贤德如来之福德庄严。智慧甚明，不可思议。幕后这一句，明大师都得到如来的智慧庄严，净严所跟真解合赞，啊，这些大师对这一句说法解释都相同，啊，甚至真也有赵公曰：“三赵大师。”啊，智慧是体，圣明是用。啊，圣是正，正知正见呢？啊，跟佛的见解思想完全相同。无事不照，谓之圣。菩萨全时临照，不可以言思拟意其形容，故云不可思议。啊，我们用无法想象这四个字来形容它，啊，不可思议就是无法想象，它太神奇了，太微妙了，啊，不是我们六道凡夫所能体会得到的。
我们为什么体会不到？我们有障碍。啊，什么障碍？佛不起心不动念，我们有起心动念。起心动念，心就不清净了；起心动念，心就不平等。啊，心性有光明临照之德，这个德失掉了。要怎样能恢复？要修定啊，要让清净心现前。清净心里头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甚至没有起心动念，真清净，真平等呢、啊？啊，它就起照的作用。啊，照见五蕴皆空。这一句话，《心经》上说的，什么意思？无蕴皆空，等于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一切法不可得了，啊，上面这是僧肇大师说的，照公之意，他的意思什么？智慧是本体，圣明是妙用。啊，这个明是明了，不是一般的明了，是正确的明了，丝毫都没有差错。啊，我们世间人讲明了，我明白了，不能讲深。为什么？明了里面还有不明了的东西夹杂在里头。跟菩萨不一样啊！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？菩萨的智慧啊，菩萨的明了是从自性里头流出来的，真心、本性。我们的明了是从思考、记忆啊，阿赖耶落下的种子，从这个里面起现行。啊，这个明了不是真实的。这个明了是假的，是虚妄的。啊，我们这个明了里面有很多错误在其中。啊，自己不知道啊。啊，落实到生活，落实到工作，问题出现了。
这就说明我们是知识，不是智慧。啊，知识里面找到差别，智慧里头找不到。啊，智慧跟知识是两桩事情。所以学佛，无论大乘小乘，都要讲求开悟啊！要开悟，就不能不讲求戒定慧。啊，戒。是得定的方法，持戒能得定。啊，定是什么呢？就是《无量寿经》经题上所说的清净平等。啊，清净心是二乘的定，阿罗汉跟辟支佛。平等是大乘菩萨的定，比二乘高得多了。啊，小乘得的清净不平等的，还有小波小浪。障碍你明心见性，诸法实相就在面前，因为你有障碍，所以你见不到。啊，正德原教初住的果位，他破一片无明，正一分法身，他见到一分真相。所以他不迷他能起妙用，妙用对自己是断烦恼，对别人能帮助众生成就戒定慧。虽是妙用啊，一切事皆能照料通达，名之为圣。你看，用照不是用思维，不是用想象，六道凡夫遇到事，等我想一想，这想一想就是用第六识，用阿赖耶的想一想。菩萨要不要想？菩萨不要想，菩萨照见。啊，照这个字里面没有阿赖耶，没有八识，没有五十一个心所。啊，他跟这个完全脱离了，
我们现在人叫做执着，执着就是照料的意思。啊，照料就通达了，事实真相啊，完全明白了。这是圣人，大乘圣人，不是小乘。啊，下面说菩萨的全智与实智，实智是体，全智是用，所生之灵明照用啊，众生凡情绝不能解，故曰不可思议。啊，众生为什么不能解？是众生有凡情。啊，凡情是什么？是阿赖耶、摩那、意识。啊，凡夫把这个当作是自己的真心。看错了，看错了还不能回头，还自以为是，这个问题就严重了。所以佛法的修学难。在末法，我们想成就，真的只有一门净土法门。啊，信愿持名，求生净土，真正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这问题都解决了。啊，不经过这个路子，用其他法门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佛在经教里告诉我们，从理上讲没问题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但是从事上讲啊，问题可就大了啊。那为什么呢？事上讲，众生的根基不相同。秉性不相同。啊，这些东西从哪来的？无量界熏习成就的，中国人讲本性习性，这是习性。习性是从习惯当中养成的，本性里头没有。啊，习性你记得再多，跟本性不相干。啊，习性带着有染污，本性没有啊。本性如如不动啊。习性是生灭法，前年灭，后年生。
所以他很麻烦。啊，一定要真正智慧现前。我们用什么方法？希望很快智慧能现前。啊，很快智慧能现前。靠什么？佛陀的教育最适用，他可以帮助我们。但是学佛陀教育，老师很重要啊。那在我们这一代，老师没有了。啊，我可能是这一代最后遇到老师的一个人，啊，算是很幸运的。啊，老师，我们进入老师的大门，入门三个条件。我们想想，我们有没有？如果你有，有这个条件，遇不到老师也能成就。怎么成就？以古人做老师。做古人的私塾弟子，在中国早年头，孟夫子给我们做了榜样啊！啊，孟子是以孔子为老师，但是孔子已经过世了。不再是了，啊，那怎么以他做老师？孔子的著作还在世间，他都得到了，啊，完全依照文字的教诲。对于孔子留下来这些文字有信心，没有怀疑。啊，学习很认真，没有夹杂，没有妄念，也就是他心转了，啊，很好的天赋啊，天性。老师，听话，正干，啊，这是天性。学习的态度好，真诚。清净，清净心，恭敬，他展卷就有益，就能得利。啊，那我们今天秉性不好。明先生不老实，
不听话，对老师的教诫阳奉阴违，不肯正看。也就是说，对古圣先贤有怀疑。这个怀疑是正常的。也就是我们生在这个时代，大家都把古圣先贤的东西抛弃掉了。在这100年当中，也有不少专家学者，他们自己学，不让别人学。我们以他为老师。他障碍我们不跟古人接触，学这些外国东西很时髦，我们看得很欢喜，也很羡慕，不知道那个东西似是而非也。现在明白了，亏吃大了。想回头看看他们这些东西。国内外的讲座也有不少，参加去听听课，听了怎么样？半信半疑。疑惑，这么好的东西，为什么那么多对他疑惑？那么多人，要把它放弃。他真的好吗？为什么没有人赞叹？没有人赞扬？这都是我们对他生起怀疑的因素啊。我对他有信心，我这信心从哪来的？从这一生苦难当中来的。苦难受多了，我就会反省，会想想苦难的根源到底是什么？外国好。我也到外国去看看，看了不少国家。看了不少人事物细心观察。认真去思维。它虽然好，好的里头有问题。虽好不是尽善。那么现在外国这个文化负面的现象显示出来了，证明我们对他的观察没有看错。我们中国这些垃圾堆里头放的古圣先贤东西不要了，我们把它捡起来看看，就在里面还有很多可取的。
外国东西虽然好，它会产生负面作用。你要没有耐心，还得有这个缘分。你能看见，看得还相当深入，你才把事实真相搞清楚、搞明白。真明白之后了，我们就有选择了。为个人，那就为自己。我们在两个世界，娑婆跟极乐，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我会选择极乐世界，选择阿弥陀佛。我自然会舍弃娑婆，求生净土。那么在这个世间，我相信汤恩比的看法，他很多看法跟我想象相同。我想到了，读他的书，他替我证明了。那是什么呢？古圣先贤能留下来的东西，不简单的。这个方法是方老师跟李老师教给我。他叫我要多想一想。古人东西如果是糟粕，如果是现在不能使用的，它怎么能传五千年？应该早就被人丢掉了。这五千年当中，难道没有高明的人吗？圣贤君子世世代代都有啊。他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，那就不是简单的东西。它的好处我们没看出来，是我们自己没智慧，没有德行的，没有清净平等觉，古圣先贤真实的智慧德行他们的理念、经验，很值得我们做参考的，有非常高的价值。怎么可以轻视？所以我们学习要认真。要重视传统。我们这东西能不能留100年、200年？靠不住啊！古圣先贤传的这些东西，
啊，特别是四库里头的，我们相信它能够传千年万世，这是真正的宝藏啊！老祖宗留下来的瑰宝啊，人人都有份呐、啊，出自于心得。啊，你要坚信，完全会认同。啊，没有坚信，不能随便批评。啊，随便批评造口业，将来的果报很可怕。我们往下面看，赵公之义，为智慧是本体，圣明是妙用，一切事皆能照料通达，这叫圣。啊，菩萨之全智与实智，所生之黎明照用。众生凡情绝不能解，这个字用的非常肯定，决定不能理解，故曰不可思。一切语言不能表达，故曰不可议。议是议论。啊，也就是讲清楚、讲明白。啊，真理是什么呢？真理是没有法子讲的，一定要你自己悟入。怎样才能悟入？放下妄想分别之处，让你的清净平等觉现前。清净平等就是真心。啊，真心能照见，你就开悟了，你就明白了。明白之后啊，你也说不出来。你说出来的，别人也听不懂。所以非语言分别之所能知啊。故其显，其柔，无法拟议。啊，形是形状。容是样子，说不出。啊，又不可思议啊，有二种，把它归纳两大类。第一类理空，非惑情所赐，或是迷惑，就是二类。啊，不是前世所能测度的，二者神奇，变幻莫测了，非前世所量。啊，量是度量，也是明了的意思。啊，智慧浅的人，只看到神奇现象。不知道神奇的所以然，
说得好啊，又只读论语，小乘法中无不可思议事，阿含经里头啊，佛所说的律法可以研究，可以讨论。啊，为什么？都偏重在思想上，很深的道理佛不说，说了没人懂。啊，大乘法中呢就有了。啊，如六十小节说《法华经》，未如实情。事情是时间短，好像吃一顿饭的时间。啊，我们感觉是一顿饭的时间。释迦牟尼佛把《法华经》说圆满了，多长的时间？六十个小节。啊，一个小节。时间，佛在经上说的差别也很大，都是佛说的。为什么？这些东西说不清楚的，只要让大家有个概念就可以了。啊，这些都是不是真法，都是假的。啊，时间、空间都不是实在的。啊，一个小节，佛常说的增长啊，增减节啊，佛说人的寿命最低的是十岁，就一般平均寿命十岁。从十岁每一百年加一岁，加到八万四千岁。啊，八万四千岁是人寿最长的。再从八万四千岁每一百年减一岁，减到十岁，这一增一减叫一个小节。六十个小节。这多长啊！啊，二十个小节是一个中节，四个中节是一个大节，啊，六十小节是超过中学中节，还不到大节，啊，一个大节里头有八十个小节，啊。六十个小节说法华经，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！大乘里头有，小乘里头佛从来不说啊，说会让大家生起疑惑啊。佛讲是讲清楚了，众生怎么样？迷惑颠倒，没听清楚，所以说法要切机，要切理。不容易啊！啊，要认真学习，认真两个字。有讲究啊！啊，是
张家大师教给我，看破放下，这是佛学学佛的秘诀啊！看破是明了，搞清楚、搞明白了。明白之后，最重要的放下。啊，明白万法皆空。小乘有说啊，可是有没有能人把万法放下了？没有啊。放下见思烦恼就证阿罗汉果，放下见思习气就证辟支佛果。啊，见思烦恼没有了，他还有尘沙烦恼，还有无明烦恼。啊，可是见思烦恼放下了，六道轮回就不见了，超越轮回了。在佛法称圣人，我们再看幕后这段总结。如是等诸大菩萨，无量无边也是来集。啊，可以看到世尊讲无量寿经这一会，无比殊胜庄严。啊，像前面所说的这些大菩萨，多少人？前面名字举出来，这是个代表。啊，出家菩萨说了三个，在家菩萨说了十六个。啊，五种原译本里面都不一样。啊，这一段经文。也是念了这个下莲宫回去的啊，这总结像这样的菩萨无量无边，太多了，数不清的啊，一时来集。我们看注解。这一句总结以上得尊普贤之诸大菩萨啊，得尊普贤这四个字重要，说明不是普通菩萨啊，得尊普贤这些大菩萨华严会上的啊，为听闻赞扬净宗妙法故，他们到这来集会，来参与这法会，是为什么？为做影响种，这个法门太殊胜了啊！啊，你去看看《一切经》，你多翻翻，哪一个经上说像得尊普贤这一些诸大菩萨？来参加这个法会我们查经几部经上有
因为这都属于表法的。他们赞扬、赞同、宣扬经宗妙法，所以佛讲这部经全来了。他们真是内行人呢，真正懂得这个方法妙啊！妙在哪里？一切凡圣通通得度，前清慈云灌顶大师说，你所造的罪业，所有的经论法门忏悔，通通都失效了，你罪业太重了，没办法救你了。最后还有一门幸愿持名求生净土，造极重罪业，无逆施恶，你遇到这个法门，通通能得度啊！所以这些大菩萨来给我们做证明，告诉我们这个法门的殊胜，真是无比殊胜。为广弘普贤愿王故，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极乐，才圆满大方广佛化缘。如果没有净宗，华严经不圆满呐。华藏世界好，谁能去得了？只有从极乐世界再入华藏世界，轻而易举啊，是一条最近的道路啊。我们要知道你要想亲近毗卢遮那如来，见到阿弥陀佛就见到毗卢遮那。为什么？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毗卢遮那法身佛，所以你见到阿弥陀佛的法身，那就是毗卢遮那。这是第二个原因。第三个，为普度十方三世一切有情往生净土，究竟涅槃。这第三个理由，我们发愿真正是普度十方三世一切有情众生，只有依靠无量寿经依靠幸运持名求生净土这个法门，能满足这一个大愿。这个大愿是四弘誓愿的第一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。没有幸运
往生，这一愿就落空了啊！你凭什么读？啊，遇到净宗，问题就解决了。啊，真正能得度，啊，所以这一些法身菩萨，我们知道一切诸佛如来示现在十法界，啊，没有不讲净土三经一论，啊，其他的经不一定讲，看众生的根性，啊，完全是应机说法。但是净宗法门同是一切根基，所以它是一切诸佛如来必定宣讲的一部经，啊，华严是师尊在定中讲的，啊，为我们实现入定，定中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见心，心是什么样子？他把自信的体相得用，详详细细，完全没有保留，为我们说出来。啊，说出来了，这部经的分量多大呢？龙树菩萨在大龙菩萨龙宫里面见到了，大龙菩萨是等觉菩萨，龙树是初地菩萨，啊，告诉我们世尊所说的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总有大千世界未成记，三千大千世界未成记，一世天下未成品，多长时间说的？二期，也有时候三七，三七二十一天，定中说的，啊，就好像前面我们所看到，啊，《佛说法华经》六十个小节，就像一顿饭的时间，啊，释迦牟尼佛讲华严，三千大千世界未成寂，一世天下未成品，二七日中讲完，说的详细，全宇宙啊，心、想、理、思、因、果，全都说明白了。啊，传到我们人间。是《华严经》的末路提要，全经龙树菩萨说，阎浮提众生没有人能受持，他分量太大了，啊，看中本也不行，
最后看小本，小本是目录提要，好像我们今天看四库全书啊，大本是全书，1500册啊，中本是会要，500册，那小本呢是目录提要，5册。啊，所以传到我们世间来，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是世尊所说的目录提要。啊，总共有40万偈，啊，有10万偈，总共10万偈，40品。啊，这个经。从早年间传到中国来，就不是一个完整的本子，啊，有欠缺，啊，最初传来的，晋朝传来的60华严，翻成中国60卷，35000诵，你看，10万偈。只有35000字，1/3了。啊，唐朝，武则天执政那个时代，啊，武则天改国号为周，这个记第二次传来的。是长南头翻译的80卷，啊，乘80华严，比晋经多了9000诵，啊，还是不到一半，45000诵，啊，贞元年间。乌图国王向中国进贡，这里头有一部完整的普贤行愿品，就是最后一品，翻成中文40卷，所以现在读华严弘一大师教导我们用80卷华严念到59卷，后头就不必读了，后面就接40华严，总共99卷，这是中文保存最完整的华严经，3次翻译。那华严经究竟讲什么？六祖慧能大师也开悟了，他把开悟的状况明心见性，性是什么，他用5句话说出来了。啊，第一句，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。第二句，本不生灭，不生不灭。第三句，本自具足。第四句，本无动摇。第五句，能生万法。那么我们就晓得，世尊开悟的时候也就说这5句。5句是略说，华严是细说。啊，这5句展开来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。大方广佛华严经浓缩就这5句。不增不减，不可思议。啊，华严说的一解是多，多解是一，一是什么？自性。多是什么？万法。
自性能生万法，万法不离自性，所以一切是多，多即是一。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那么这些大菩萨同心同德同心，一时来会，经言书说得好，为法心同，古来一时，这个时候大家都来了，感应道教啊，众生有感，诸佛菩萨都有应，全道到场来了。啊，这一段呢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